我们继续画下路凝香啊，我们画鸳鸯。首先调一个，这是曙红，我们先画它的这个脸颊这个地方的红毛。这是有各种各样的画法，这是一种。下节课再画另外一种。这脸颊是红红的羽毛，很好看的。调一点点赭石，还是这个笔啊，是曙红笔，再调一点点赭石。把它染一下。干了以后，如果这个线条不够清楚，还可以提一下。沾点水，轻轻扫一扫。调赭石，把这个嘴画一下，前面这个留着，前面是黄的。赭石，用这个笔尖调赭石，前面浓一点，侧锋对着这个按下去，这样后面是淡的。笔是这样倒下来，前面浓，后面淡，还用这个赭石把这个木线都勾一下。这里应该是有羽毛的，
很淡很淡的赭石，把这个脸稍稍染一下，鼻上留一点白。调一点点胭脂，把这个胸压一下。好，我们调，赭石加一点点胭脂，把它的铺。还有一个这个后面还有一个，它也是三指、四指，后面一指。加点水。淡一点，把它铺连起来。我调这个赭石，加一点点淡墨。还是加一点点淡墨，把这个后面的云要染一下。好，还是这个赭石，淡墨，多调一点，淡淡的，把这个舌头染一染。这个边就不染了啊，然后这个色稍调，多加一点点墨，多一点墨，把这个深的部分染一染，这样有一种立体感。
呀，这个没有干。这是藤华加了一点点赭石，把这个嫩嫩的莲蓬画一下。很淡的花青。把水，加点水，再扫一扫，很淡很淡的花青，很淡很淡的，用支小笔把这个眼睛下面点一下，上面点一下。一点点藤黄，花颜色，就把前面原来这个是颜色给没有干，画了给冲掉了，就可以把它补一下。